神经病的思维国王逗比玩家欢乐多班机游戏视频战敌，这一次咱来溜溜一战坦克。战敌一里面我最喜欢的地面载具有两种，一种是火炮装甲车，一种是圣沙蒙坦克。今天我开的就是法国的圣沙蒙攻击坦克。在游戏中它有三个版本，我开的这个是对峙型圣沙蒙，一号武器是75毫米主炮，二号武器是一挺机枪，三号是锁敌照明灯，四号是烟雾发射器。你看这坦克，它是五大三粗，又长又方，像极了一口铁皮棺材。这坦克优点很明显，前进后退速度都很快，操作简单，萌新都可以玩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原地掉头巨慢，没有快修功能，一旦被激活瘫痪基本就凉凉。所以你敢一个人开上这坦克深入敌人腹地，那你就是五秒真男人，那你就是真正的圣沙猛。我一路狂奔也只敢到此为止，因为对面重型坦克来了，对轰我可吃不消，36G 溜之大吉。开坦克嘛，最理想的状态是步坦协同队友合作，很可惜这一次是野队，没有什么人愿意待在坦克里玩泥巴，因为其他位置啊捞不到什么人头。既然没人愿意协助，那我就一个人单干，一个人我就不信干不掉对面一个连的人头。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. 嘿，火炮装甲车，这熊孩子太怂了，你说打我一炮就掉头开溜，几个意思呀？估计他的内心是这样想的，丫的我打谁不好，打到了圣沙猛，对炮我火炮车可吃不消，就像刚才我遇到了重型坦克一样的心理。本想追着他打，后来一想不行，因为 C 点被我们占了，这城堡后面肯定有一堆敌军，我旁边有没有步兵掩护，冲进去啊就是等死。不过啊，我可以猥琐一点，慢慢的摸过去。Shock trooper, block him!哎呀，感觉要完蛋，快溜！还剩七滴血，原地趴窝了，也就是说，再来一炮我就炸了。但我赌你这一炮打不准。命大，没办法，按道理他们应该追着我打才对啊。哟，真来了，来呀，看谁先认怂。Enemy tank!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apples.我感觉我已经引起敌人公愤了，好家伙，还知道扔烟雾弹。刚才估计有一个小队想把我群殴了，还好老子倒车技术过硬，走，开会去，干他丫的！
Shot! Enemy soldier spotted! Dying! Enemy shock trooper!7个，我勒个乖乖呀，7个步兵想要群殴我怎么办？不慌不慌，谁怂谁是狗。我是狗。刚才何止是7个步兵，是7个步兵外加一辆火炮装甲车。不行不行，这太气人了，赔本的买卖我可不做，死之前我得拉几个垫背的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嘿嘿，赢了3个替死鬼，我赚大了！开着圣杀猛，再来杀一波。行了，管理员将你从游戏中踢出了，不就杀了40个人，至于吗？